觉得，因为我现在的咖啡非常大了，那我觉得我参加这种活动，我还是想跟观众朋友们更近距离在一起。而且今年的奥斯卡，他有邀请我又入围最佳女主嘛，然后99%这肯定是我了。可是在这同一天，我却来到这里乡村的地方，跟我们这种村乡结合部的这种把镜头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看，观众朋友们。然后等一下，我就觉得说，我还比较喜欢这种接地气的环境跟感觉。那，我很热爱我的国家，我希望可以拍出更好的作品。那今天得了奥斯卡以后，我非常的开心，为国争光。希望下一届我可以带来更好的作品去冲戛纳、奥斯卡，再来一遍，最好我可以唱主题曲《格莱美》一并拿下。群访，因为我自己的追求跟我的精神世界，我并不需要男人，我所需要的就是事业。我热爱的家庭跟我的朋友就足够了。当然，无数优秀的男人追我，我都看不上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才是最棒的。爱情，我现在还小，我还没有到结婚生孩子那一步，我想让人再冲一下我的事业。他们俩，为啥很好奇？你怎么拒绝那些猛烈追求你的男生呢？听说那些没一线、超一线的男明星，每天晚上在你家楼下哈哈，当初爱你，当初你非常的好，然后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全部拒绝这么干净和彻底？每天搬家，让他们找不到我在哪里。那你也挺辛苦的。男艺人、女艺人还有那些媒体都坐飞机跑到奥斯卡，可他们万没有想到我来到这里。当我还没有决定我可以踏入一段让我感兴趣的恋爱时，那我就想做到的就是拒绝，完全拒绝，因为我怕下到别人的表情。那他知道啊，每天我的酒店门口，他每天来我早上来给我叫我的时候，都很多非常的帅哥在门口就哭着嘛，跪倒一片，他每天都要哄啊哄。我都是踩着他们的尸体进来的。接下来的人生有什么计划？我的人生，我现在对宇宙比较感兴趣，下一步我想去月球看一看，看看那里是什么样子。为什么你还是让月球的男人放心呢？我才是月球放心，这个是地球。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种追求，如果你不到了月球，你会看看月球的男人放心，你也一样放心。你太会说话了，你是哪家媒体啊，宝贝？不要一直采访我，然后都是经纪人把你打断。听说你昨天好，可以，我们时间到了。OK， 我们要赶下一场活动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要赶下一场活动了 ，Sorry。关门，快！